我今天真是浑身肌肉反应。我也是。背、脖子、腹肌、腹肌。对对对，鼓的猫呢，陈哥好。你有没有肌肉反应？我还行。Hey guys, how are you doing? Hello 哥。哥，你现在有反应吗？没反应啊。我昨天没怎么。他是这样。有他也不说，会自己在房间都是这种。一进屋，一进屋，哎，我对，卸下伪装。哦，不是，我跟你讲，我身体平时操练的比较多，这种层次还没达到我的这个的，你就反应了？我没有啊，我怎么会有反应呢？哎呀，你呢？没有。哎呀，来晚了，不好意思啊。有反应吗？身体？就是我这脖子都睡不了。你有吗？我没有啊，我真没有。真假的？真的，我真的一点。我们都没有任何反应。吹啊，吹牛，吹。哎，今天怎么两个？速度最快的球类运动，这个我刚刚知道，因为我刚做完一个问答。网球不对，棒球不对，羽毛球对了。今天咱们可以现场测试感受一下。没事，再快的球到我们手上它也会变慢的。能不能不要早上起来就这么垮？哎，昨天天成哥还说他会打羽毛球，前几天还在打球。你哦，对，那就是你的主场呀，没准吧。今天训练的所有考核都将进行计分统计，最终得分最高的学员将获得球王称号。那今天变成了我们个人战，又是个人战。既然今天是个人战，那我就不客气了。这次不能草率了，最后一期了，是不是？到了。迎接今天的挑战。哦，这边就是羽毛球了。好帅呀，好坏呀，你看都看不清。几乎看不清，只能寻找球的落点。哇哦，你们是谁啊？我们是冠军兄弟团。你们跟前台报备了吗？是报备啊。我们报备。你们是来做什么的？我们是来冠军请指教。跟前台报备没有？先到前台报备。对，同志们向左转，前台报备。哎，对啊，然后那个你们穿成这个样子不能进场地啊。我们还得换衣服。向左转，起步走，起步走。哎，回来。表演结束了是吗？没唬到。我们配合表演配合的还行吗？可以。让我们欢迎本期的冠军教练，羽毛球世界冠军，多项羽毛球国际公开赛的单打冠军鲍春来。哇哦！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次的羽毛球的训练营。大家可以看到我刚才在练习这个多球的训练，这是我们必须要训练的一项基础。所以我就想问一下各位学员们，你们当中有谁有打过羽毛球吗？他。哎，我以为大家要举手呢。我们的这个打过可能就叫打过吧。对，打过。就是有接触，但是没有正式的训练。对。那我想就是今天正好趁着这个机会，我们要不要先体验一下我刚才打的这个发球机器的训练？刚才您这个招式叫？我这个招式叫双脚起跳扣杀。我的，棒！那哥来吧。我感觉你这个起跳还协调性还挺好。是，没错，他只要一听这个就上了。太子，那这边选一把，对，可以随便选一把。哦，哪个最好呀？哪个？咋这你还要啥自行车啊？这个红，这个杀手挑了个粉红，开球，嘿，既知道打出了一种我小时候跟小朋友们打的感觉。掌声鼓励。我觉得是声音很响，关键是球要打中。我们这最有动静的就是他了，我们团队啊。
那个李晨老师，你要不要先试一下？我也可以，但是因为我知道你是一个运动健将嘛。啊，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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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一夸就上，对对对，我是一夸就下，我俩刚好像。对对对对对，这个是我们最厉害的。我把我的球拍给你打，你看这拍一下都不一样了，拍的拍肯定好用。试一下试一下，但我是真不会。没关系，你只要能够打到球就可以了。不错，好。哇，有劲儿，有力量，哇哇，好，你再提升两个速度来。啊！哎呀！啊！十八般武艺。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确实李晨老师能看出来，虽然没有练过专业的，但是他的这个击球的速度以及他的那个场上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其实这一个项目等一会儿我们有可能会练到，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去我们的装备室好吗？好，走。好，这里我也提醒各位冠军兄弟，接下来我们的所有考核项目就会以不同的方式开始赢得积分了，那究竟谁能获得今天的球王称号，让我们一起拭目以待。谁能获得球王？谁能获得球王？我觉得争取一下，大纪老师吧。我觉得小王老师吧，大王老师啊。硬核无双，冠军来战。现在呢，我们来到这个地方呢，就是羽毛球的装备室。选一把好的球拍，一双好的球鞋，或穿一个好的球线，都特别特别的重要。来看今天的这位老师，现在正是在给这个羽毛球拍进行穿线，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技巧。啊，这么专业，我之前都是自己买的现成的，买回来直接带网。对，如果是专业选手，他就不会，他就会先把球线先剪掉，剪掉以后再会去球馆找专业的老师去给他重新穿一把自己舒服的球线。这穿了会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呢？因为球线有很多不同的型号的球线，这第一点。第二点呢，磅数也是非常重要，磅数越紧它的强度越大，磅数越松的话它的弹性越好，所以说就看你选择什么样的磅数，所以这个是有讲究的。教练，那这种拍像平时运动员会自己穿吗？一般来讲的话就会由专业的穿线老师，因为像现在他们专业老师都要有一个严格的这个级别的考评。哦，这还有级别的。有的有的有的。我们参加一个专业的比赛，一天起码有几百人在比赛，负责这个比赛的穿线师大概有四五个人，那他们每天的球拍的量是非常非常大，要求这个穿线师他们必须有很强的专注度跟技术，包括他们要在最短的时间上好最快的球拍。所以呢，我就想就是看哪位老师愿意过来体验一下他们在穿线。哇，你看，哇哇，像鱼一样的哇！大家觉得自己手比较细腻的，先尝试一下。小梁，哇，对，我的手比较粗，哎，不太适合。来吧，小梁，这招有点。你看你的手，你看会了啊，啊，啥都会，跟你讲。哦，跟大家先说一下，因为今天我们会考评大家，最后面获得球王冠军的。将会一方面获得一个这个荣誉，第二方面这把球拍将归于那个球王。那好好穿一下。老师应该怎么穿？你穿进去，这是一个哦，没错，对，会有一点。哇，好厉害！哎，你看，天赋人，然后天赋人找到感觉了。哇，好厉害！是这意思吧？他学啥都快，我跟你说，他是我们这儿的大聪明。好，我们还有哪位老师想再体验一下？手指蠕动起来，哎，对，哇，都好厉害。要我上，我就上一把带电的，平时打一打羽毛球以后还能弄弄蚊子什么的。来，天才来了，下上下。你这样穿线，我估计这个商店估计要损失多少？拉过去，再拉一下。拉下线，把线拉起来，把它拉一下，拉过来，然后再拉，然后再拉过去，拉过去，这样它不是不那么那啥了吗？不用拉吗？不用拉，要留点，要留点，要留点，把这个线固定住。好，不是那个线，那拉前面那个线，你是穿的第二个线，拉线的方向是要对着它的。哎呦，哎呀，你别把人家东西搞坏了。
可以了，可以了。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行了，不用了。等一下，好了，好了，好了。还有一盘，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来，你来，你来，你来。不来了，我不来了。你去体验，你过去体验。不是，跟你讲，他七八十穿两分钟。陈哥唯一需要克服的就是这个眼神儿，眼神啊，啊，对吧？从下巴，对吧？啊，啊，哎，还蛮快，哎哎，哎呀，我眼花了。这样抵一下的话，你啊，要坐，坐一下。这个习惯是不太好的，是吧？因为球，因为这有毒。因为球线遇到水之后，它会产生变化。哦，对，弹性。您放心，这头我们是不要的。我知道了。对了，啊，毕业了。我们穿完线之后呢，现在呢，我们就开始要选一把好的球拍了。其实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觉得选一把好拍应该从什么样的标准选？我觉得是不是适合自己更重要。没错，还是李晨老师比较有经验。作为一个专业运动员这么多年，我觉得还是选择适合的是最重要的。拿上球拍的那一瞬间的感觉很重要。啊，对，就是你。大概就是这个意思。我的梦中情拍。好，那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这墙面上控制型、速度型跟进攻型。我们先说一下控制型，它的强度、耐久度都是非常均衡的。它的特点就在于它的球杆比较软，这样的话呢，你在平抽的时候就没那么震手。第二呢，它的整个球拍呢没那么重。第三呢，它的拍框会比较大一点，它的容错率就会高，因为拍框大，它填区就大嘛。然后第四呢，就是它这个球拍的拍头不会那么重，很适合于初学者。在打法里面啊，就是比较适合控制性或者是技术性的选手，像我们中国的女单一号陈雨菲打的就是均衡型的球拍。然后其次的是速度型，顾名思义就是它的挥速会比较快，球过来很快，你来不及反应的时候就要靠这种挥速。它的中杆会比较偏硬一点，因为它速度快，它硬，它需要稳定，所以需要靠中杆来稳定它。比如说像李宗伟、林丹，包括像现在的石宇奇，会选择偏速度性的球拍。最后就是一看就是进攻型的球拍，喜欢后程有劲儿的，想扣杀那种很爽的那种感觉，大家可以选择这个进攻型的球拍。但进攻型的球拍是最难驾驭的球拍，为什么？首先它的中杆会比较硬，其次呢，它的拍头会比较重，它会利用就是拍头这个重量，在进攻的时候会借个这个力，让它的杀球更加的实，更加的重。所以一开始就是打的选手的话，我不建议大家选这个拍头比较重的进攻型的球拍，选择这两种是比较合理的。我觉得我们这三种型都不用，我们在这边基础系列就不用穿线，直接就上。看这还有全面。但是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说大家当你打完这种比较高端的球拍之后，你再回去打那盘，你会觉得有一种感觉。我们是这样，我们今天循序渐进，听教练的，我们今天只是开个玩笑。好，我们现在说球线啊。是不是上面会写呀？这不是毫米吗？0.65毫米。对，包括这儿有磅数，200毫米，656 FT。没错，一般来讲的球线是0.6到0.1毫米的这个间距之间，毫米越细，就证明它的那个球线的直径越细，就证明它的弹性越好，就数值越大，它那个耐久度越大。接下来我们就选择球拍了，开始。哇。这里面其中有几把是好球拍，就看谁的眼力好，选到了哪一把，今天就打哪一把。妥了，这种手削的肯定好，应该这个好，是吧？我选这个。我看看这个木板的。你拿俩干啥？我只是试一下。这个好，你知道吧？这个好的，确定了吗？我确定，确定了啊！不是哥，你这一天下来得磨死。没有，他给我绑一下就完了吗？看老师都笑，全军覆没了。全军覆没啊！哎哎哎，不能换！哎哎，哎哎，这个好还可以啊！我刚才选的是这个，确定了啊？确定，啊，确定了啊！现在是这样，就是这五把拍当中，就你们两位选择的拍子是最好的。
你知道我为什么能确定这个是最好的吗？因为所有的材质当中，现目前来说，碳纤维的材质是最轻、最坚硬。这个选拍算积分吗？这选拍不算，算独具慧眼，是不是？那行，那我们拍子选好了，接下来我们绑一个皮胶。首先把皮胶打开，把这个外面这个薄膜先把它撕开，然后贴上这个最末端，左手一直摁住它，边压边包，包好之后呢，压住这个结合部，斜着往上一圈一圈的包，两个皮胶的这个边缘一定要合缝。我这算包好了吗，教练？你跟距离没有掌握好，所以说你包到这个地方就已经没了。我这样感觉比较舒服，有点弹，也行吧，这也是你的风格，也可以。你看他的包的跟木乃伊一样。对，你包的这个。那行，那我们现在就去球馆开始训练吧，走。好，各位学员，我们现在排成一排，我们做一个简单的热身啊。好。因为羽毛球它很注重关节性的保护，所以说我们要把关节活动开。踝关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换一边，二、二、三、四、五、六、七。好，接下来膝关节，一、二、三、四、五、六。肘关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你就在跳舞，开始 battle。李强老师，一会儿有你单练的时候，单练一下的啊，单练的，单练的，你们俩一起练啊。啊，接下来我们动作也稍微有点难啊。首先是转体，转体连续做，在打球的时候经常要转体，一定要快，一定要大，所以我们尽量要转成一字才行啊。啊，转过去，哎呦，不好意思，没事，转过去，转过去。抬起来，抬，顶到我的手，顶到我的。觉得还好吗？大家觉得？可以休息半个小时了。不至于吧？我感觉大家都还好，不是很喘啊。现在就开始正式的训练了。我们先学习一下握拍。握拍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正手握拍，一种是反手握拍。正手握拍负责你的右半场，反手握拍呢用负责你的左半场。那我们现在学正手握拍。我们的虎口对准我们球拍的这个窄的这一面，然后这样嵌进去，它两边是窄的，两边是宽的，看到没有？对准这个窄的这一面，所以你握完之后，这个球头是往下走的。我们看一看，没错，哎，这个就对了。它的动作是最标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它是空的，就证明它整体是比较放松的，它是靠手指在固定球拍。我看前面有几位都是这样，这叫握死了，打球千万不要握死，不灵活。正手学会了，我们接下来学反手，就是稍微旋转一下球拍，把我们的拇指往上走，食指跟中指并拢，然后呢顶住这个拍柄的宽的这一面。现在呢我们开始要做的就是从正手转换成反手，正手我们先做好，然后呢旋转到反手，这样用你的食指跟拇指进行一个换拍，正反正反，没错。现在我们开始正式的学习一些技巧。首先呢，羽毛球的最基本的技巧，我想问一下大家是什么？发球。没错，发球，发球是所有羽毛球的开始。一种是正手发球，一种是反手发球。正手发球呢，运用在单打里面比较多；反手发球运用在双打里面比较多。现在我们学习一下正手。来，我们首先啊，丁字步站好，右手稍微下一点，左手稍微上，拿球手稍微站上一点，由你的右下往左上走，看啊。哦、我们先做一下动作，来，一把动作做好，二把力量挥出来，听到声啊，一二，可以用你的腰来旋转啊，带动你的手，一二，好，接下来啊我们开始进行一些发球的一些角度的训练。首先跟大家讲解一下啊，我们一般的正手发球都是在中线的这个中场这两个位置，要发到这个中线的对角线去。如果你发到这个地方来了，不好意思，犯规。发球的话，我们基本上分为四个点：一号区、二号区、三号区、四号区。所以说，我们等一会儿发球的角度要尽量朝这四个角度发，因为接发球那个人是站在这个中间的，所以你要发他最远的点。
我们现在就开始进行发球的训练，好不好？来，我们两位两位来开始发球。我们没有球童吗？那么剪刀石头布，谁输了谁当球童。好，来，剪刀石头布。哎，我们四个，我俩，秋冬，来，三二一，开始。你发过来了吗？发了个寂寞。你这还没发过。哎，这个好，时机把握一定要把握好一点啊。很好，对了，注意挥拍的时机啊。让你练发球。很好，漂亮啊，这个球发得很有劲啊。该我们发了吧。你们在那边练习啊。小梁啊，你先来呗。行，来。对，很好啊，打到球了，不错。很好，打到球了。对，首先要打到球，不是每个球都能打到的。哎，你看打球稿了吧，你看是不是，就是很突然。不要这么突然，你看我，你看节奏，敌不动我不动，敌不动我不动，最后那一瞬间，哎，敌不动我不动，哎，很好，是这么回事，角度是很关键的，大家一定尽量把落点发得准一点。哎，对，这个球好。哎，我会了啊。这个球也不错，这个球很好。反手发两个，熟练一下。反手是持拍的脚在前啊，对，控制你的角度，球过去不要太高。好，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开始正式的考核。好，考核规则就是啊，就刚才可以看到，从单数区发球，然后呢，四个点前面两个箱子打进去了得一分，后面两个箱子得两分，十次机会。哇，打进去太难了。对。哇。这太难了吧，我觉得这框应该再大一点。你先来。救救我，救救我。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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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你一定行，哥你一定行。不来，刚好行，刚好行。我来。每次都我最后一期了，要我也不要那么快好不好。这还需要准备吗？我觉得得站一下对角。别加戏了，快点。答一最简单。哎呦差一点。哦，有点那意思啊。有点意思。哦，有了。哦得一分，这一分可能就是我制胜的关键。打两分嘛，两分有点难，太难了。那真的全纯蒙，一分还有点谱，多多少少是吧？大力，出奇迹，是有了，好球，两分。哎，我觉得最后一个球你要不要考验一下两分？试一下。没有。哎，我跟你说，其实可以，可以的，可以。其实刚才这个球落点很好啊，这很可惜没进去。好，好球，违规。他的挑战精神值得大家鼓励。有了，哎呦，哎呀，差一点。不要着急，你发太快了。你慢点。哎，哎，差一点点，再发力。你不是，你等一下，等。我觉得是这样，你把这个站姿这样一点就可以了。对，别上头。上头。哎，来了，有了。啊，零分。意料之中。我觉得你发球那么好，你干嘛不发后场呢？先拿两分，先稳住一下。哎，一分。两分，再拿一分之后再打后面。行，打后面吧。有了，有了，有了，有了。哎呀，三分来了，一分都不要了啊。哎哎哎，
上头了。这么难吗？上头了，上头了，这我这是容易上头，容易上头，这个容易上头。哦呦，可以可以，哎，陈哥这力道不一样啊，陈老师这个有戏啊，这个有戏。喂，哇！你找到你的赛道了啊！今天发挥了。哎，大哥，你别搞笑！别夸，别夸，别夸，先别夸。哎，打到杆上了！你别说话，我不说话，我闭嘴。那现在的比分应该是李晨老师是领先是吗？没有，王天臣三分。其实当运动员不容易，就在这里，就是说在这个十个球当中，你必须每个球都很专注，每个球都必须保持一个同样的心态，有可能前面进了一两个觉得心情很兴奋，但是这个时候你一定要稳住，如果你稳不住了，有可能后面你就都进不了。但是呢，你前面如果没有进，你也不要轻易的去放弃，不到最后一个都有可能会赢，这个就是运动员的一种坚持不懈的一种精神，希望大家能够学习到。好好，第一轮的比赛结束，那我们接下来进行第二轮的训练，往前球。我们先学习步伐。我们的准备的动作是双手朝前，踝关节微微的颠起来，随时准备启动，就有点像打拳击一样。然后我们先从右边正手开始，我们首先我们迈左脚，一步，两步，最后一步是弓箭步，双手是成一字形。然后呢，做好以后，右脚先回，二三，好，我们把这一个连贯起来啊，一二，一二三，一二三，回，一二，一二三，一二三，回，很好，大家做得非常棒啊，还是比较协调的。接下来我们用多球来训练一下往前球。往前球分为搓、勾、推，每个角度都不一样。我做个示范，这是搓直线，这是勾对角，这是推后场。哦，想去哪儿去哪儿吗？对，北京、上海、上海，就是往前的搓、勾、推是最基本的技术。我们现在来一个一个的了啊，钱老师先来，来放过去，很好。对，就是怎么说呢，就是那种。潇洒一点，了解了，不要那么坚硬。好，潇洒一点啊，潇洒一点，放松。但是也不要那么潇洒，稍微控制一下。再来一个，了解了，很好。现在勾球，来，是的啊，稍微轻一点啊，很好。好，那现在开始推，哎，用劲儿啊，挑起来，很好，很好，漂亮，牛，你结业了。换一个，该我了，该我了，该我了。哎，很好，再温柔一点。好，对，对，好，勾对角，不错，学特别好。现在推，推，直线对角，注意角度，可以，很好，很好，不错，好，结业了。谢谢教练。接下来该练我们就是所有羽毛球当中最酷最炫的一个球，那就是双脚扣杀。大家知道就是羽毛球是所有运动当中时速最快的，大家知道能够达到多少公里吗？400、860。错，最快的能达到519。五百一十九，这比高铁还快，比高铁要快。可能我直观的给大家说这个速度，可能大家没有办法去体会到，所以现在我向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绝对的速度。来。啊，要是把它打断了，用最快的时速把这些东西全部给击破。先从纸盒开始。对，先从纸盒开始。我们走开点。关键是要准确，要准确以后，然后力量一定要集中。哇哇，球呢？教练，我还没看见。球进去了，直接进去了。所以接下来是西瓜啊，西瓜也不一定能抽准，但是我一定。
在上面了。这西瓜别浪费啊，中午我们吃了。来，接下来是木板，虽然木板确实很难啊。打到那个怪球，怪球，球的问题。大家不说话了。还有一个厚的，来，争取能打准。哇，够了，可以了，这绝对不死即残，已经是翻了。哎，这样学武术的，来来 ，shoot， 哦，我来试试，真的吗？小心啊，注意手啊，肯定不行，别弄了，哎呀，可以，啊，所以说，可见就是我们羽毛球的速度还是非常的快的，快，所以给大家直观的感受。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我们的双夹体桥扣杀的训练，杀球的要领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就击球点一定要在头的前面。这样还有一个往下的一个角度好借力。第二呢，我的拍面不能歪，最后挥拍是正的啊。好，我们依然是一个人一个人的上啊，十个球加油，开始。转过去啊，还要这样是吧？对。哦。来。很好。看准啊，没有，跳，扣，漂亮。哎，对，先打到球，是的，先打到球，七，八，九，你很忙吗？我漂亮，哎哎，脚步很顺，对，漂亮。漂亮，好，哎，漂亮漂亮，对吧？不错不错不错。我们接下来进行一个终极的考核了，防守，每个人接十个我的扣球，只要能够接过网在界内就算零分。好，那现在测试正式开始。感觉现在是防守，都行，太快了。快快快 ，SOS， 没事吧，哥？人工呼吸，人工呼吸，来人工呼吸。太准了吧，这也？我这有准心吗？请问？防守一定要蹲低一点，蹲低点就打脸。你看，蹲低点就打脸。你看。你说啥、啊？蹲低点就打脸。哎，你这样哎，来，你要不要复仇呀、yeah. 要不要？机会来了，机会来了，来来啊，行，给你们机会，给你们机会，来一分，一分，好球，运气球，两分，好球，你们一点都不怕，那我要加点数了吧。哇塞，能达到两分，我呀！还有一个我们的最强的人。
哦，一，哦。也就一个啊，还一个，也就一个啊，还一个。哎，我听着喊十了，是是，打了十一个，教练给了你十一个。甘望星得了两分，梁诗玉和王天成各得一分。目前的最高分是梁诗玉，但是现在有一个让你们改变积分的方式，积分大挑战。哦，分数乘二，米字部十组。哦，这个有点意思啊。我们会在你们的前场放置一块积分板子，大家需要在规定的位置发球，每个人有三个球的机会，打中并且打穿积分板才能获取对应的效果。板子上除了加分机会，也有减分机会，还有一些惩罚项目。在你打之前，你可以指定我打的效果给谁，只有足够的准度和球速才能够将这块板子打穿。所以这里考验的是大家又准又狠。好，大家有没有信心？有，有，耶！来，三二一，夜和乌苏冠军来战。好，接下来就是球王诞生的环节了啊！来吧，你先。我想给我分数乘二，野心暴露了啊！分数乘二就十四啊！正式开始，成哥目前的分数是七分。你像打西瓜一样打，就来了。分数乘二，乘二。第一个没有，第二个没有。分数乘二，分数乘二。哇！陈哥分数乘以二，目前十四分。哇哦！暂列第一。好，现在是季凌晨，给谁？给我。哦，分数乘二，分乘二吧。目前季凌晨六分，六分。不要放弃，六分现在还是位居第一吗？还不是倒数第一。你再乘以二也没我多。加两分，八分，八分，再来一个球。没了。去吧，星星。行。那我也给自己呗。不，等一下说啊，他给自己打到这个要真做的啊，真做，来吧。但是打中的几率也堪忧。哎，啊，十组，米字部十组，你要干嘛呀，甘望星？你们先玩啊，你们先玩，我甘望星今天好惨啊。我来。哦，哎，加两分，十二分，十二分。哇塞，他再弄一个乘二，他就，还一次机会啊！乘二，大力出奇迹，不要怕。你干嘛呀？啊，王天成是八分，对，低一点。耶！米字跑，你还是机会。没事，你们一起做，但是你还是要分到这个乘以二。这样，咱们凑两个米字步，凑二十组也行。你大不了再来十组嘛，也没啥了。尽全力，尽全力。球王和这个就在这一刻了。对，尽全力。加两分。好，总分十分。好，那目前的最高分是陈哥十四分。球王诞生，果然今天球王没白喊啊，没白喊。请鲍老师把我们的球王的球拍颁发给陈哥，来，恭喜你！哇哦！那今天的球王就是陈哥，哇塞，闪闪发光的发光，你将接受兄弟团发起的敬佩。米球王，请指。我们今天所有的训练部分已经结束了，现在我们可以开启乌苏硬核挑战时刻。
冠军请指教。本次硬核挑战项目作为收官之战，五位兄弟团成员与本次的冠军教练鲍春来进行1v5的羽毛球对战。哦，原来真正的球王在最后一刻才能诞生。但对于冠军教练来讲，标准的羽毛球场他是绝对的王者，别说1v5 1v10 你们都打不过他。所以五位兄弟同时上场，但是球场的面积扩大1.5倍，也就是说一个半场教练一个人打五个人。哇哦！比赛采取7分制，3局2胜，一局打完就清零，3局2胜7分，没问题。那挑战成功即可获得乌苏勇士称号和乌苏畅饮时刻的加餐奖励。硬核挑战之前，按照惯例我们喊出我们的口号。经过了整整一季的艰苦卓绝的训练比拼和所有的经历，我们终于在最后一集的时候可以迎来了一次和冠军真正挑战的机会。是，好吧，让我们团结我们所有的今天的努力，好吧，把我们所有的努力和拼搏放到这最后一期，来喊出我们的口号：硬核乌苏冠军来战！这么大有点，那跑够呛累啊。其实不是跑的问题，还是怎么打的问题。打一会儿打人就知道了，技巧很重要。我觉得咱们应该用一个这样的阵型。212这样踢，212还是二，还是两排32阵容，32阵容比较好，因为我感觉他有可能掉小球，然后还有后边的那个，他从这儿啪给你打到那儿去，对，他一掉小球很难受，我感觉就中间那夹心饼干还比较舒服一点。我是觉得就是相对于能者多劳，就是比如说他能够多跑的人就要多跑，因为这个就是比如说像刚才那个鲍老不是说嘛，说如果要是我来接的话，他就会一声，然后另外一个人就可以不用动了，省体力，大家可以就轮番啊啊，对，像打 NBA 那种轮流战。那怎么分怎么分轮流战？那怎么着每打一球换一个位置吗？就是因为你跟着他的球走嘛。但是你相信我，如果教练想打某一个点，他一定会追着某一个点打，比如说我看谁体能不行了，我就专打体能不行那个人那个位置，不管你站在几号位，我就打那个位置。这会儿教练看着咱们，心想你们商量你们的，我打我的，反正都一样。我们在这聊的半天啊，一看技术猛如虎，实战能力250。这样，你往前面，你顺着跑得快，然后你中场，你后场，你力量大，我也后场。好，那我俩后场。咱俩后场。然后星星也是前场，我和星星在前面，你跟星星在前场，你中场，你比较中，这跟踢足球一样，对对对，其实一样，跟踢足球一样，跟咱那是守门也一样，前场速度快，后场力量大，嗯 ，OK。哎，我跟你们说啊，不要掉以轻心啊！你看教练干嘛呢？教练要这么认真吗？跟我们五个打，主要跑得远。教练认真了。我也来一个冒失，我们也得拉伸拉伸。这可能是教练某一种仪式，一种方式，对。啊，巴拉登达，伊娃娃。说，请说一下你的母语。说一下你的母语。请说一下你的母语。啊，布罗登达，伊娃娃，伊娃娃。李倩老师，我敢说你们五个人，别说五个人，你们十个人都不一定能够赢我。你们十个人都不一定能够赢我。哦哦，放狠话，鲍老师，这个时候放狠话，我也要认真了。先打一下，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做冠军的球技。好，冠军请指教。硬核挑战第一局1打5，兄弟团发球来了，来发他圆角来了，别客气了。
准备了。抽了。哎，兄弟，抽啊！我来。漂亮。哎。1-0，先庆祝一下，先庆祝一下，来，大意失荆州。哎呦，可以啊，我们都很强的，知道吗？刚才那些都是表演。好，开始了。不能让他发球了，不要这样发，你发什么球啊？1-1，来开始，我来，我来，哎呀，大点，没事没事。2-1，开始啊，我来，哎，没事没事，不是，晃的话，晃着了，晃了，灯的原因，那个有灯，有灯晃着。3-1，开始啊，大来，我来。我说的，我来，我来，远角，我来，远角，我来，耶，耶，就打对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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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打对角，我们猛得很，好，开始吧，我来，远角，好球，3-3。哎呦，可以啊！我发一个，我发一个，别被他扣啊！我来，我来，远角，飞呀！4-3，我来，我来，哎，没事，要不换一下吧？我就5-3，什么？我在后边，我打后边零。加油啊！5-3啊！原来世界冠军也会发球失误。对，哎呦我的我的，来吧，往哪儿发都行啊。你干嘛？谢谢谢谢谢，这是礼尚，这是礼尚往来的，这个礼尚往来，礼尚往来。6-4。好球，好球！哎，是我挡了你的，挡了线路是吧？我前面把线路给挡了，教练根本没看到我。我来，你以为是我在打？对啊，结果发现他，我是。对。6-5。往哪儿发？往哪儿发？都行，都行，都行。走。我来。哇！来吧，往那边打。好。啊哎，啊哎，哎呦，没事吧哥？没事。这个清掉。1-5，第一局鲍春来胜。有的打，其实是有的打，其实有的打。其实你掉高球，你其实打的不是很远。其实发球的话，打到了这片。往后掉，他应该就不好扣。往后掉，就往后掉。7-5，三局两胜，三局两胜，来，还一局，还一局，不让他休息，不让他休息，来。好，第二局，鲍春来发球。哦，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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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我来。哦，哎呀，哇，这球要过了很帅呀，哇塞！可惜了。1-0。
不好意思，哥，第三队友。嗯，2-0。喂，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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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扣扣扣！哎呀，你这个谢谢。往回往回。再来那边那边。我来。哈哈哈哈哈哈！我主要是这个选手可以。2-1，教练刚才说的一打十哪去了？那个，你的一打十怎么样？来了，教练。哇！我来。哎。哎哎哎哎！哇，真看不见，我跟你讲。3-1。教练加油啊！教练，好好打，好好打，咱们有能赢的，嘿，嘿，要赢啊！要赢，要赢，要赢！集中精神 ，Come on！喝口水啊，喝口水，喝口水，喝口水。我们也喝口水。这教练体力消耗巨大，是。还可以。我。赢一局，赢一局，赢一局，赢一局。保证不要失误啊！兄弟们，赢一局。我们大部分都是失误，人家教练还都没扣呢。好吧，来吧。好，来。你们没机会了，我要加速了。哦、加速了哦，4-1，卡前14，往我脸上发的这是，哎，5-1突进 ，Wake up， 哇塞，这把输了是不是就没了？这把输了就结束了，朋友们。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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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耶、我教你一个，你现在都一直打这种高的球，其实可以稍微找一点力度打一个低一点的。好好，行不行啊？5-2，我别发了，我发球容易失误，我们只要保证不失误啊，就别失误就行，就是先把球都打过去就可以，这算吗？算啊，算，主要是鲍教练说了往哪发都行，我就特别安心，你知道吗？可以可以可以，来，5-3，不管你，来，啊，来吧，要他扣，不，这种球，高调就已经不是这个，没想到打到那儿，你知道吗？6-3，面对山，哎。很关键了啊！我来。接球。哎，哎，哎，送到手里的球啊！比赛结束，鲍老师获胜，7-3。太厉害了！我跟你说，这个灯。对，我看不见球，根本就。其实鲍老师有战术的，就打你们仨。对呀，我们俩就是基本上没怎么动。他一直没有动，我都不用动。其实你应该跳起来，扣杀。我跟你讲，就其实像那么轮番打的话，真的会让他更累。轮番打的话，对。我觉得你们站位有问题，应该让会打的站后边。嗯，对，会打一点站后边。打得远。对，打得远，打得开，因为我基本上就给后场比较多。那我站这个位置很正确，我们再打一次，那再打一次，别打了，别打了，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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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可以了，不过已经很好了，
我好久都没这么跑了，被你们溜的，刚才那几个确实挺累了。主要如果你们再多打两次，你们就知道该怎么打了。你看你们有时候发球还是太保守了，再编一点，我就一点戏都没有。好，那非常遗憾，你们本期的乌苏硬核挑战失败，那个奖牌还是要不我们给鲍老师颁发吧。好，就是我觉得你们应该更加的自信一点，更加的活跃一点。很可惜，可能你觉得我没有空档吧。其实到最后面第二局的时候，才开始慢慢的找到一些感觉。我觉得像李晨老师你们还有其他各位老师，其实打羽毛球的时间并不是很多，但是能够从今天的训练能够感受到大家就是对羽毛球的热情以及这种对胜利的这种渴望。我觉得作为一名运动员，看到你们能够这么喜欢羽毛球，我也觉得特别开心。谢谢大家。哦，对了，我还有那个李晨老师，我还有一点跟大家讲一讲，今天我们所练习的所有的内容，都是按照我们平常专业运动员的训练的要求去给大家去训练的。明白。可能我发的球可能没有那么的快，但是呢，训练的那种状态跟强度都是一样的。所以我只是有一个感觉，希望大家能够体验一下我们专业运动员的就是每天这样训练的一种状态。其次就是还想告诉大家，其实羽毛球这个项目跟其他项目不一样的在于，它需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需要有恒心跟耐心。嗯，就是光有冲劲还不行，必须得就像我刚才说四两拨千斤那样，去慢慢的去抠这个细节，它最终才能够达到一个高水平。所以今天我觉得你们的训练还是挺满意的。加油加油。谢谢。来，大家一起喊个口号吧。来来来，硬核乌苏冠军来战，耶！来吧，来吧，烧烤，烧烤！我们先把我们的乌苏啤酒打开，好不好？好，好，没问题。这个是樱桃萝卜五花肉。哇，五花肉黄喉，是雪花，还有我们的招牌牛肉，是加辣酷烤，这个是我们的劲辣，这是螺蛳虾是吧？对，这个是我们的菠萝，菠萝，行啊，菠萝哥，哎呀，接着说，这是一个下酒菜。哦，是东边乡里的副业。好，下酒菜来了，那借着这个下酒菜的机会，我们庆祝一下。今天虽说我们输了。谢谢教练，谢谢教练，谢谢教练。来，老教练，您吃哪个？哎，谢谢，我都可以。这个，谢谢。这个好吃，酸萝卜加肉。来到湖南了，我要挑战一下。妈，这个辣椒。挑战一下。这辣椒不辣。好香啊，香辣香辣，太好吃了。你们平常每次练完就这么吃吗？我不练完我也这么吃。我觉得今天最难的一个训练就是双脚扣杀，主要是掌握不了那个球下落的速度和你起跳的那个瞬间，刚好要在那个发力点上，那个点太难找了。对，这个是一个预设的动作，而不是跳在空中然后再去找。是，其实今天双脚起跳对于大家来讲的话确实挺难的。教练，就是相当于你的对手扣杀的时候，你们去接是靠预判还是要靠预判？哎，其实你们今天在接我的杀球的时候，你们就有预判。他接了两，纯运接。不，完全不是这样。一个是有预判，第二个是有准备，就是你提前预判了我的那个速度。如果你按照正常的挥速，你肯定接不到我的球。你是提前挥拍了，正好预判了我的预判的话。他厉害，对，他有感觉的，对，他有点厉害。好，经过这一季节目的学习和挑战，大家现在对硬核精神的理解是什么？体育是真的硬核，而且完全是能够要在日复一日的高强度的训练当中
挑战身体的极限，挑战心理的极限，越过自己的瓶颈，最终坚持不懈，这都是对硬核的最好的诠释。是，哎，我认为哈，这个东西我今天突然灵光一闪，就是被教练给点到了。当你觉得你不行了的时候，只要你咬牙挺住了，就是过去了。这是我认为体育硬核的这个东西啊。参加了冠军请指教后啊，让我对硬核有了新的理解。我们每次的乌苏秤饮食课就很硬核，有各个地方不同特色的烧烤啊、美食啊，还有大乌苏秤饮。这是我在所有综艺节目里面吃的最过瘾的一个节目了。尤其是劲大味浓的乌苏啤酒啊，不得不说，确实硬核。大乌苏，不愧是你。为了最硬核的体育精神，为了硬核乌苏。干杯！干杯！来，乌苏啤酒就是硬核。那么，恭喜大家完成了本季的所有的训练。在本季节目中，冠军兄弟团一共去到了5个城市，累计拜师学习了10个竞技体育项目。我们总共有8次硬核挑战都是完成了。在本季的学习和挑战过程中，大家都秉承着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运精神，而且所有的冠军教练都向节目组表达了，大家的表现远远的超乎了我们的预估和想象，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谢谢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进行我们内部的一个颁奖仪式。在颁奖前，在场的冠军兄弟呢要依次离场，其余的所有兄弟一起来为该冠军兄弟集思广益想一个奖项。最后面由鲍老师来给大家颁发，想一个彩虹屁是吧？差不多这个意思。好，我们第一个就小梁先来吧。那我，好，小梁去那个房间，然后有工作人员给你戴上耳机，你就听不到啊。好的，大家可以评价一下梁诗玉，你们印象中他的特点或者说是印象深刻的。猛，不，他不是猛，我觉得很勇敢，是，做什么事情都很果断，果断勇敢。咱们想想给天辰颁一个什么奖？我觉得他很老实，老实奖，这也是个奖吗？你去吧，正好到你了。季指导的太好想了，这还不用说吗？这用想吗？那李晨老师，你直接写下来吧。你笑嘻嘻的，怎么回事啊？笑嘻嘻的，笑一下嘛。来来来来来，扔星星，星星奖 ，New Star。我每次都感觉就是不自信。对，好，给画个笑脸。OK， 该我了。各位兄台手下留情啊。教练，这一次录节目，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对，应该是你们就是这个中间的一个核心的核心人物。冠军大哥大不，哎，哎，你这大脑开动了，真的表扬一下，说的好不容易一样啊。好，可以请出陈哥了。陈哥，最后再解谜是吧？再把那几个人一起写完再解谜吧。好。接下来还有几位冠军兄弟没有在现场，那就请我们的陈哥带领大家远程通过镜头给他们颁发一下。好的，好。高清晨专注奖，我们所有的兄弟团一致认为你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非常的专注。好，准备，成员准备。因为在打鼓那一次，他一直在要我们专注，听鼓，听鼓，听鼓，专注。加油！梁怀伟，我们给你颁的是无畏奖。缰绳抓短，别追。因为其实那天出了一点点小小的意外，我们有一匹马，它被另外一匹马给吸引了，然后它就突然自己从我们的拍摄场地一下子跑到了另外一个地方，它没有害怕，也没有跳马。诗瑞，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辅助玩好了也挺厉害。2米05，第一次挑战。上一期节目过程当中，激发了我们小梁。辅助奖，没事，我试一次。哇！摇身，冒险王这三个字，我觉得在我们兄弟团里面，不是谁都敢叫这三个字的。我相信你是真的实至名归。
哇哇，这是全是靠握力，对对对对，不错不错，可以可以可以。除了我们的一些冠军的项目以外，姚琛还是一位真正的户外型选手，在海里面跟鲸鱼去互动拍摄短视频，然后再跟大山当中去找寻自我，所以我觉得姚琛作为我们兄弟团当中的冒险王，绝对的实至名归。好，那我们就接下来进入颁奖仪式，现场的冠军兄弟就由我们的鲍老师来给大家颁发。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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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第一张是王天成，被我们冠军兄弟团评为真诚球王，谢谢。这个是我们最强的羽毛球手，因为也是在私底下练过一些球，打过，最后拿到了球王这个奖，非常感谢，非常感谢。真正的球王诞生了，真正的球王，最终的球王。谢谢冠军的兄弟。好，第二位是小梁，好，被冠军兄弟团评为果敢奖。我，我一直也是队里最小的嘛，脚能跑能跳，所以我就尽量在这方面对为团队做贡献，今后我会继续加油，更加果敢。好，接下来是甘望新，你被兄弟团评为相信自己奖。是，我觉得这个特别好，说到我心里去了。说实话，我觉得这手五个球有点夸张了，有点不可能。呀，我，你很勇敢，行。甘望新，你守住了，甘望新。呀，我这下来了，两瓶二十了啊，不行了，坚持，好，加油，加油，加油。教练，我可以不来吗？不行，不要这么说，不要。哇！哎，我撑不来了，我求你了。那你自己来一次。加油！其实我做什么事情之前吧，我特别缺乏自信，其实可以做到，但我总觉得我差那么一点。甘望新，你来吧，甘望新。好，我总得做点贡献啊。哎。不光是健身也好，演戏也好，相信自己能做到，知道吧？那么帅，你是最棒的，我必须是最棒的啊！我跟你说，我参加这个节目，我其实受到了他很大的鼓励。为什么？就是你会有一种无所畏惧的感觉，不管结果如何嘛，是吧？反正有这个敢去挑战的心。好，谢谢哥哥弟弟们啊！感谢感谢。好，接下来是纪凌尘。你被冠军兄弟团评为天才指导，哦，这评价高吧？这评价很高吧？天才又是指导，真高真高，天才吧？其实是我给我自己的一个鼓励。我开玩笑，天才，天才，天才 ，Triple King，Joker， 来，替我来。在比赛的时候最需要的其实就是一个精神，一个 metal， 可能我先吹牛把话给说出来，说出来以后我自己反馈的力量或者大家跟我交流的一个东西在我心中产生了刺激，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我经常挂在嘴边的，所以我也很感谢大家经常给我传递这个能量啊。然后指导嘛，这个东西哎呀不能说指点大家吧，就是说分享自己的经验，可能有些时候说话比较有点喜欢拿腔拿调的啊，希望大家见谅啊。好，谢谢大家。哥，我现在不听你说这些我都不舒服了。真的，我就是天才。最后是李晨老师。哎，想猜一猜，猜一猜。我觉得还是挺难得的。大概给一点范围，大力士很猛，可以变形。猛男，变形金刚。哎哎。是这个意思，再想一想，再想一想。钢铁侠？不，核心是崇拜跟敬重。哦，擎天柱。哎，恭喜李晨老师被冠军兄弟团评为擎天柱。啊，这评价也太高了吧！我觉得大家可能觉得我是一个老大哥的感觉，
把我在心里面当成一个哥哥，不管在节目录制过程当中，还是在我们每次挑战过程当中，一直在跟大家一起去进行比拼，去进行挑战。其实我觉得大家都很努力，因为不是每一项运动项目都擅长。能够看到这一季节目过程当中大家的点点滴滴，有自己的成长，也有在整个比拼过程当中的对抗，也有大家开心快乐的瞬间，想跟所有的兄弟们说一句话：辛苦了。最后，咱们这个节目已经快结束了，未来可能还会再发起召集令，希望再把我们大家召集到一起。最后呢，我还是想跟整期节目所有的教练说一声感谢，感谢每一位教练在场上对我们的悉心教导。因为我们在这个十期节目中学习了十项冠军的项目，这些项目里边我也感受到了，就是各个冠军和各个运动员然后在练习项目的时候的那种不易和他们那种刻苦拼搏的精神。是的，在他们身上让我感受到了竞技体育的魅力，所以希望这些运动健儿可以在世界各个地方取得更加更好的成绩，为国争光。干杯。来，乌苏啤酒就是硬核。视频合作平台爱奇艺 Z 世界，观看更多精彩内容。微博搜索冠军请指教，话题页参与讨论，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跟微博网友们一起感受热血的体育精神。